mountain village 1 campground is located within close proximity to the town of Banff. This campground offers a more traditional camping experience with mountain views, fire pits for cooking, and access to hiking and biking trails. They have many options to suit a variety of camping preferences, as well as a limited number of large campsites.这是什么茶？普洱啊，这是普洱。普洱不是茶。还没有。来来。啊。包括古巴，古巴也是美国的殖民地原来。真的。啊，1959年古巴独立，闹独立，独立了，独立完了以后。卡斯特罗是不是啊？对呀、啊，这些人这个政治人物他都是。放到哪个班里了？咋那么厉害？你不是我们这个大师傅，他你也不用谦虚了，走我在干嘛？这主持人。怎么样？让他考牌，考牌儿。考牌儿，我考吧，考吧。没事，他好玩儿，你赶紧。一家一个杯子啊、哦，多了没有？你洗完澡不用洗去，还得考，不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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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，那那边还有杯子。这边不行。哎，对了，反正要试了一下了。老陈，在咱们 Washington 什么时候去啊？本来主要是下星期。他俩。我上回也是俩人摆两次。因为当时我没放，放海鱼不吃。我就腌了点，放点糖，放点盐，啥也没放。这你把酒杯往这一放，顶个冒烟的张姐泡你啊。没有，刘姐，刘姐。啊，他前线去了，是啊，那个将军们在打麻将，他逮住他们了，说打仗我不行，打麻将你们不行。爬山的话呢，人家都让着他没看出来。你这个找陈说来。爬山呢，爬得太久我不行，爬得危险的你不行，你要分开来。就爬今天我们爬的，你肯定不行。对，来接着批，我给你录一个。酒量来说，赶紧给录上。就是来。所以我不敢用。因为啥？我这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我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要一瓶五粮液。够了，自己当总领可喝。难得他。哎呀，喝完之后感觉解了，解了。啥意思？练的有体力、啊。没有解。活儿半斤是狗熊，那不对。所以说你只能干活，对吧？对对吧？所以我说喝酒不由你，但是啤酒啥的就有的叫人家了。这个对，他需要人干活去了。对呀，我说他妈的，你他妈的，你他妈的，一下给你劈开，劈开，对，明白了。你说不行，我劈开还行。要是你说喝酒量。你不行，我喝酒不行，我屁人再不行，我还能干点啥？对，那不叫那你喝到那个百分比的感觉。对呀，那是感觉。你看看，这看出来啥叫没喝酒了吗？哎哎。
先下一条线。小伙子力气真壮啊！小伙子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对，哎呀，小吃了的，对。我们买的药很便宜哦，买了仨西瓜，每家吃都没有这个好。我跟他们离了个餐厅的东西齐全了。那个是，不是都是现准备的吗？哎，真的好好用哦，你说他肯定很帅的，往那一边坐哦。嗯，这也没事，不怕了，不用忙。啊，那个大帐篷是昨天晚上现借的。啊，借的。嗯。